太阳从东边软软升起，和煦的阳光照耀着这片祥和之地。循着悦耳的鸟鸣声望向天际，映入眼帘的是祥云瑞气。全新的嘉乐富贵山庄位置十分优越，就坐落在著名的嘉乐高速公路旁。面朝东方，紫气东来的嘉乐富贵山庄，拥有有如被九条祥龙环抱的绝佳地势，因此贺姓为九龙抱穴，象征着蓄势待发的强大力量。这片风水宝地具备五色土，色泽圆润有光彩，源远流长的水流在明堂环抱而过，有如一条玉带，为这片依山傍水之地带来了清新和富饶之气。而日月池水聚明堂，使得财富得以聚集于此。前方有官帽山，象征着后代子孙将拥有权贵之位。嘉乐富贵山庄的靠山形似一座笔架山，预示后代将有出类拔萃的成就。独特的风水地理优势，让这片地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。ZEN MBA 福地结合了天然地形和自然景观，严谨规划，整齐美观，后墙会有吉祥图示，寓意满满。福地中间特设种有花树的走道，前方则有潺潺的流水，营造出幽静的氛围，让子孙对先人的思念也得以慰藉。嘉乐富贵山庄是富贵集团2023年的诚意巨献，与明石见证的风水格局完美融合。嘉乐富贵山庄灵气磅礴之地，为后代子孙带来连绵不绝的福运和享不尽的福祉。九龙抱穴，祥龙宝地，世代苍生。